当詹姆斯轰下51分时 ,26 分的杜兰特明白了两个道理。2018总决赛记忆战，勇士主场124-114战胜骑士，大比分1-0领先。勇士连续第四年会师总决赛，联盟第一人詹姆斯和联盟第二人杜兰特则是第三次相遇总决赛。记忆战的交锋中，詹姆斯轰下了51分8篮板8助攻，杜兰特则砍下了26分9篮板6助攻。这一场比赛后，杜兰特明白了两个道理。第一，杜兰特明白了伊戈达拉的重要性。熟悉勇士的球迷都知道，伊戈达拉是防守詹姆斯的主力球员，他在有效消耗詹姆斯的同时，也间接的解放了杜兰特，让他可以在进攻端保持更多的体力。但由于伊戈达拉缺席，杜兰特不得不更多的一对一防守詹姆斯。很显然，杜兰特很难在攻防两端找到平衡点。在防守詹姆斯的同时，他进攻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NBA 官网数据显示 ,G11 战中杜兰特防守了詹姆斯45个回合，排在勇士队内第一。在杜兰特的长臂干扰下，詹姆斯15中10 ,3 分3中2合计砍下30分，命中率高达 66.7%。 鲁尼对詹姆斯防守效果最好，在9个回合的对位中，詹姆斯面对鲁尼4投1中，3分2投0中，仅得到2分，命中率低至 25%。 追梦格林也防了詹姆斯9个回合，詹姆斯6中4得到8分，命中率为 66.7%。 第二，杜兰特明白了库里可怕的牵制力。骑勇总决赛对拼中，卢指导最喜欢的战术就是包夹库里，然而这个战术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杜兰特。当库里牵制住两人时，杜兰特就可以随心所欲了。但在今年总决赛中，骑士改变了策略，选择性的对库里包夹。当勇士派上没有处理球能力的鲁尼时，骑士才果断包夹，否则的话就是无限换防。就算库里追着乐福打，骑士也没人上去包夹。当然，随着伊戈达拉的回归，杜兰特防守端的困扰很快就会被解决，防守詹姆斯将不再是他的主要任务。但骑士是否会坚决包夹库里，这还要看泰伦卢后面的安排。